是洞的前面。这是都是在教堂的主堂的下面的地下室。有点像是他们的博物馆。这是教堂的正殿，这个教堂所有的墙壁上都是浮雕，非常美。
这是 Vierzbu 的洞，最大的教堂。这是右边的侧厅。刚刚我们进来是左边的侧厅，这是右边的侧厅。这边就是左边的侧厅。通常管风琴都是在教堂的入口的上方，那这个是在侧边的，上面还有一个小管风琴。这管风琴造型很特别。